这个呢是傅老师种植团队他们自己培育出来的番茄苗，还有阴阳土，他给我寄了一份让我种一下试试，他说到时候结的西红柿能吃出来小时候的味道，我给他买一块把它种一下吧。好，哎，呦，小心点，这个也上给加班加让一让喽。刚下过雨，地还蛮湿的，很好吧。走，我赶快不去捣乱哦，诺诺。去，那你走了。哎，那，小兔。下回应该种牛肉。哎呦，好嘞。到坑里了，嗯，这地方就一个坑就行了，就那一个坑，这个，这个吧，这一个坑，这一个坑，那长得更好。看看有多少坑啊？我现在起来挺长哈，一天接到家好几天都没有坏。上面啊，可能应该在土上拖着好。不然这个那个不知道。对，可以保湿。保湿。这个那个。省得阴阳土流失哈。对。盖上一层土。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它就能更好的吸收了。这个得留坑哈，浇水。这是气候啊，应该做的多余。你给我踩。哎呦，不要踩坏了。小兔子乖乖。已经种好了，等过几个月熟的时候呢，我免费寄给大家也尝一尝，很好吃。